隔一人吗？隔一人远，隔一个的，镜子也很棒。哎呀，那你们好，那就近点。行，那你们就好，那就近点。行，小张远一点，在这里呢。可以吧？这里也好。哎，如果我站起来散步呢？可以。那其实我要出来的话，我观察我也能说那种。你可以说，他们应该是在那观察到，然后这儿有个人，怕是有危险的，但其实没有危险。行，那就。那就叫过去，我去找徐三木说，这句话，人家学会就不喜欢。我是想说，比如说类似，就是我去找新的厨子，我是以这种借口我去再探讨一下这个今天的早饭是怎么回事。可以，歹心说了一句散了啊，对，好好好。然后他才敢走，对对对对，他说他见走，我觉得也有点不对。对对对对，我发现的话，这个位置刚好发现，负担就不大，就假装演那个特务，明明说那句话，就你就行了，就没你要不上来就直接做，我想演上来就做，因为我想演，我要。对对对对。